幸福哦。在台湾，你有亲戚朋友吗？回来了吗？问问他爸爸好。他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还没有喝红酒吗？他不会。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人家乱了，不是问爸爸我就能喝。他受得了。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你主要给我们分担干活和农民工。他愿意。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问题和履历表上的内容都确实。我给他把你的用一千方，我给他了年面子的工。他保证。好，现在请你做算术。为什么把两团？现在请你提沙包，咱们把背包干回来。Hell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。现在请你伏地起身，慢慢准备慢慢来。Hello， 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 ，OK， 谢谢。